出演林俊杰歌曲 MV 的女主角出道，她于2013年闪婚后陆续生下一儿一女，常常在社群平台分享生活日常。她日前在 IG 限动透露，自己刚进到浴缸泡澡时，看见水龙头底下有一坨头发，那么感到很好奇，怎么会有头发卡在那里？结果上前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蟑螂的触角，且还在晃动，吓得翁心怡连忙求救。不过在她发出的第二支影片中，可以看到翁心怡直接站到了浴缸的最边缘，还在惊魂未定的喊叫，更表示以后到浴室洗澡都会有阴影了。然而一旁的孩子却正在哈哈大笑，幸灾乐祸的举动让他感到十分无奈。